我是一个好妈妈，他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又来，所以我不能跟大热狗太靠近。你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在马来西亚发生的，你要马上会被开灯，直接开灯，然后直接断电。台湾场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干什么，赶快在这场节目做完它，不然回去就不用做了。不要去弄他，不要弄他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再弄了。他女儿在啦，我可以反驳。假设你女儿不在，老公不在，或者你没有老公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良家妇女，我去市场买菜嘛，都做菜啊，所以我刚刚都有在瞄啦。那看完以后就说哦，这样子哦，真的吃不完啦，不要买太多哦。你选一个嘛，我很好奇，你选一个真的有泰系、芝系、韩系的。谁泰系啊？泰系是泰系吗？没有。哦，台嘞。台嘞，泰系，还有韩系嘛，芝系。